徒步青藏线的第九天，收拾好行李正准备出发，发现这是咋回事呀，是不是石头梗的呀？现在行李已经全部装车了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哈。这一次出发的话用的是摩托车轮胎，想着摩托车跑那么远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扎胎爆胎，所以说我就没有带备胎，只带一条内胎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，不知道是内胎扎了还怎么回事，先把车支撑起来吧。哎呀，行李已经全部上车了，先把那边支起来再看。这个架子吧做的不太合理啊，哎呀，先放下去，然后拿石头把那边翘起来。嗯，你先抬，对，先找个大石头来，对。哎，加油，美丽！我一个人拿就行，我脚弄在这里，那你我们两个人搬。啊，你在那里，那我的这个手上就，你过来。走，一二三，走！哎，找你，哎呀，找你，快快快快快，差点，差点，哎，哎。我操，这摩托车胎好难撬，就是一边买这个贵的，换一边撬。敲一点，我那花了400块钱买到轮，摩托车轮，我这还是二手货。你说不容易坏，就弄这么厚，人家都说这个轮子太厚了，所以我们推不动。人家说弄小一点的轮子，太难撬了这轮胎。来，我来撬，把这个胎往外撬。对，明天加油，我要培养出一个不太崩。你那边撬进去了是吧？差点扒不出来呀，哎，行了吧，好，然后再给我，哎，高把了，高把了，让我缓一口气，哎。好家伙，吃奶的筋都废出来了，轮胎边都翘瘸了，都没把它给翘出来。而现在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，还有个骑摩托车的大哥。嗯，Hello Hello， 翘不出来，太难翘了。啊，这摩托车胎太有难度了。是的，你看我这旁边都翘瘸了。兄弟齐心，齐力断金来。对，然后我把它压着一点，感觉都要翘坏了。我只有两只脚，我怎么踩三边？来踩嘛！我要，要我踩不？过来吧。一点点，切勿心急，切勿心急。今天好不容易早点起，准备早点走。哎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对对对对，没毛病，兄弟。哎，温暖太冷淡了，行。哎，那男孩子都不行。哎。
我操，天干了，你要死，哎呦，哎，一点点一点点。你们今天怎么走的？快啊！一点点一点。今天没走，昨天走的。一点点一点点。你是最胖的。回头到这里还在有20公里了。我是最胖的。可以了。哎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呀妈呀！高反了，你都不行。都整高反了，汗都给我整出来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今天在外滩，老兄给胎打气，看一下哪里漏气了。哎呀，花了15块钱还是20？哦吼，换了。刚刚你我说不能压，不好啊，没有。从你高路撞，颠站线，打一桶压扁了。我觉得你是反着来，打一桶，修一下就好了。我那个，它不压扁了吗？我们刚刚一脚踩的，那你是都踩扁了。川藏线，我去年走川藏，今年走川藏线，先打了。有点不顺哈，不是很圆的，差不多了。来，每天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打气，踩在这里，先打气哈，先打气检查一下，把一头压扁了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事在人为，加油美丽，已经找到罪魁祸首了。就这里，这哪？这个位置。这个，这个小个洞洞。对，它漏气。先检查一下外胎，它的内壁摸一圈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刺啊之类的。这个胎的话，有可能只是漏一点点小气，刚刚被我们撬的时候撬坏的。这个胎现在不用了。然后有一个备胎。装上去，装的时候要小心啊，敲坏了就没有胎了，我就带了一根备胎。现在内胎装好了，就是装外胎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，就防止它等一下这个把这个内胎戳破了，戳破了我就没有内胎可以换了。是内胎是吧？嗯。如果自行车胎的话，用自行车胎内壁薄这边夹胎。我当时特意问了师傅，容不容易夹胎？师傅说，摩托它不容易夹胎的。但是，咱们还是敲一下吧。
哎呦，我还没有修过摩托车胎，没看这么难撬。啊，现在弄好了，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啊。现在内胎也没有了，啊，还要准备出发了。哎，又是愉快的一天啊。